Hello， 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小斌啊。然后本期视频呢，为大家带来一局1400多分的电风扇啊。这个边路对线弱化夏洛特啊。开局咱们先出铁剑就行啊，出一个铁剑，然后不要和这个夏侯惇升二级去跟他打啊，就一定要奔野区，知道吧？别看咱带的是这个闪现，这个野区前期还是要进的啊。看这夏洛特怎么打，行，他这边不抢兵线升二级，不用管他啊，甭管这夏洛特怎么打，清完兵线直接进红区。一技能上来，哎，你看红 buff 到手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顺风开局啊，就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打啊。这夏洛特不好打了，平 A 接一 ，A2 再 A。再 A， 再 A， 就是 A 的，他有弱化的，这波还是杀不了。哎，赵怀真还是不走啊，我真服了。这波其实咱能走的，留人是肯定留不住咱们的。这赵怀真节奏已经被咱们给打乱了。诸葛亮开局去反蓝，这就很舒服了，已经。你看打夏洛特这玩意儿，你开局你得知道怎么去打。知道吧？他手里有弱化，刚才第一波指定是杀不了的。你要看啊，这个一二级啊不太强的英雄呢，就前期直接就进野区就完事了啊。这波咱已经马上升四了，先攒个被动吧，看这夏洛特怎么打吧。队友已经过来支援了，那咱们就直接交大招。他叫弱化，这波也走不了，回头给个击飞。交闪现上来 A 的，再 A， 哎，这波其实我以为啊他跑不了，没成想这个队友输出还是有点太低了，我寻思一技能往回拉就行了，问题不大，先把这 CD 鞋给做出去，对面红 buff 又刷了，这波还是接着进野区啊，请求集合，这波就不能去下路支援了。平 A 接二，再接一，打他一波状态，我看他这个红他怎么抢，是不是啊？咱不着急，等个 CD 啊 ，CD 好了，他推我是吧？一，再给个一技能，回头卡他位置，我大招马上就好了。别没关系，大招开出来，落地直接秒，这波不好走啊。平 A 和二一直接走，这夏洛特没有闪现啊，开局这赵怀真确实让咱们给打崩，这波真是没队友过来支援，哎，有个队友过来就更好打了，没准这夏洛特也能留下来。这队友反正能把这个蓝 buff 反掉吧，也挺好的啊。实际上咱也不用和这个夏洛特怎么去对线，你自己单杀的挺费劲的啊，就清线打节奏就行了，这把打团还应该还挺好打的。就廉颇呀，这个英雄其实打巅峰赛上分挺快的，这要还不是顺风局那就没啥可说的了。哎呦，我这大招直接甩出来了，那就在这等着他吧，这个不一定能秒得了啊，这海云先抢个人头再说，对面红 buff 又刷了，这波其实应该还是得过去直接拿红，不管了，我这上路一弹可能都要没了，这波支援啊反正也没亏啥，也可以啊，甭管怎么说呗，咱三个人头在手了。就让你们觉得，你们觉得这个廉颇打夏洛特好打吗？我觉得还挺好打的，还可以啊。给击飞，平 A， 我满被动啊，就不怕他。这波二里能被躲了。吃个塔下药包，这赵怀真应该在那块拿红呢。别着急啊。这个夏洛特一会儿是可以直接打死的，这么着急吗？这海月啊，他有弱化的呀，
还行，诸葛亮来了，诸葛亮不来，这波伤害是不够的。我寻思我稍微等个大招呢，然后再给他瞄了。这么打反正也行啊。哎，直接起手大招就行了，落地击飞起来两个一二一，回头炸一下，伤害不够，还又拉了一波。我稍微等个技能吧，这波好像应该还能上的。没机会了，真是没机会了。那就回城补状态吧。这把如果再赢不下来的话，那就是真的没办法了啊！前期节奏太好了。赵怀真让我前期反了两个红 buff， 他心态都炸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他真是没法玩。第一个红拿不到，然后回头又被我自个单杀了一回，你说他怎么打吧？中路团战呢不太好开，这边直接交闪现击飞起来三个，但是队友伤害没有补出来，好像打不了了，咱也没被动了。这个闪现交的挺亏的啊，有点可惜啊，队友输出没跟上来。那个安琪拉是霸体，要不然这波击飞起来四个。我现在这个廉颇战力才多少分啊？4000多分吧，分数倒是不太高啊。这英雄其实不太怎么需要细节的操作啊，看你怎么去开团的，怎么去打这个团战啊。这个蓝 buff 哎没抢着，想抓我呀？这是一看，这边反正咱打出优势，边路兵线啊就让给大野去带啊，然后咱跟这队友一直打团就行了。这夏洛特还能留一下，他跑不了了，直接大招起手。中路打团上了三抓一，射手被秒，这波有点难受了啊，打了个一换一。看一下这个孙尚香能不能留一下。哎，诸葛亮伤还没打出来，哎呦别给我秒了。赶紧走吧，感觉我现在伤害还不是特别高啊，可能得一套技能才能秒人，伤害现在有点不太够。就我们这个阵容，我保后排也有的玩，就阵容好啊，对吧？这个射手是打后期他不容易死的。爆裂之甲做出来，然后咱们上路啊，我感觉还可以再去带一波兵线的啊。中路这边队友都来了，还是要打一波。有人给占视野，先上来消耗一下。这赵怀真已经没血了，对面蓝 buff 刷了，我看一眼这个蓝 buff 啊，应该能围绕着打一波的。对面肯定是想来抢的啊，这边看情况，直接交大招。一二一往回来交闪现，这波伤害已经吃够了。夏洛特过来，完了这波要死，还行，好像死不了。打他一波状态直接走就行了。我这个不能往前穿啊，往前穿的话容易被秒了。咱这个人头挺值钱的，找这个蔡文姬让他给咱加血。赵怀真有机会啊，这波可以越塔了。直接大招起手接一技能拉近距离落地，这人头算是被抢了吧。上路的二塔，哎呦这波赶紧走赶紧走啊，蔡文姬过来就给咱加血，赶紧给我加点血。哎，中路一塔也能拆了，这阵容多好啊。你看这个夏洛特加了个赵怀真啊，这把就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啊，就前期已经直接被咱们给打崩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去玩了。他切后排他也切不死啊，直接交大招。这边安琪拉给我控的是结结实实啊，这波算是那啥失误，不算失误吧，我觉得也还好啊，还好。
有点没太反应过来，就是啊。就甭管你玩玩廉颇，现在我就感觉是啥呀？你就甭管带不带惩戒，你这个一级抢完兵线就直接进野区，肯定没错，这个节奏绝对是对的啊！就前期咱二级的时候，廉颇很强的，真的，就是满被动，基本上没有几个人能打得动这个廉颇的啊，这个免伤挺高的。这前期对面在对面野区打架也是可以的啊，真能打。但是也要分边路啊，你别瞎整啊！你看打夏洛特其实可以这么玩，就看队友配合和支援嘛。十分钟，这边我们三个先把这条龙给拿了。突然发现这个射手伤害也挺高的啊，这波咱要打团直接就开啊，找机会开团。先上来打一波状态再说，伤害挺高的。夏侯惇，哎，这个召唤人想上来直接开团啊，这边一技能拉近距离，回头先交大招，后排切不着了，那就先把这个召唤人给他秒了，交个闪现先拉出来。这边有这个蔡文姬给咱加血啊，也不用回城。上路这二塔一拆，应该差不多都能一波了，我感觉。我这大招马上也好。你能开就开啊，别犹豫。后排切不着就拍前排啊。这边兵线进塔，队友就干扰，还是先回点血。这边一二一往回拉，没什么技能了。这时候大招再拉进去，哎，空了，有点迟疑啊。这关键还是基础血量不太高，没关系。你看我这个大招 CD 很快的，十多秒一个。上来就是牵制，哎呦，这赵怀真伤害挺高，把我们这边诸葛亮给秒了。一二一往回来，回头大招接大招，哎，落地拍起来，这个孙尚香也得要死，别管了，那就先，哎呀，这把队友真挺强的啊，剩一个孙尚香这玩意儿无济于事了，赢不了了。这把咱算是带飞吧，我觉得真的。我是觉得这把真是前期靠咱们节奏打出来的，打野开局他就崩了，只要我们这边打野他不是说那种特别不会玩的呀，这把基本上那都是稳赢，对不对？ 11.8 的评分，节奏很好，越来越喜欢玩这个英雄了啊！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啊。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视频我们有缘再见。